鼻甲交流道呢，有一只狗狗。哎，小姐，这鬼跟鬼都听你呀，他快看呀。有大问题。嗯。大问题。逼呀。大问题没有大问题。你要闹钟。对啊。大问题。他干嘛？我用这个假车祸啊。后退啊。不用啊。后面有车啊。爸爸，他受不了。他开到我身上啊。过分了。英语的卡好。没告诉你。